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。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地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震卦和试课二卦。试课之后是随，随卦为泽雷随，上卦为兑为泽，正得天时，下卦为震为雷，阳气出生，天时地利尽得，天时正旺，大地追随天道的运行，寓意人道追随光明的天道，故曰随。随卦为追随随从，君子择上而亲，人皆愿上贤，与时偕行，追随社会进步，跟随仁德，顺从世道，随遇而安，切莫逆流向上，以卵击石。君子要追随大道明德，亲民止于至善。随，元亨利贞，无咎。随卦的释义即随从随和，追随正道可以亨通，和谐有力。随卦与乾卦相同，具有元亨利贞四德。元亨利贞是事物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与过程，因为追随正道不会有问题。初九，官有余，贞吉，出门交，有功。官即法，法则法度，余为变化，法度随时代发展而变化，不要墨守成规，只要追随时代步伐，才能亨通吉利。新的法度法规能否适合百姓，要走到百姓中去，与他们交流探讨，能够得到百姓的认可和追随，法治的推广就一定可以成功。所以为官者应深入百姓之中，了解民意，自然可以得到百姓的追随。
六二，系小子，师丈夫。小子为少阳之气，为下卦阵；丈夫为老阳之气，追随小子，就是追随正卦，使卦辞元亨之意。而丈夫为老阳之气，物极必反，则失去生机，故选择追随小子。人道在行事中，应当追随那些具有无限生机、发展潜力、美好未来的事物。六三，喜丈夫，失小子，虽有求得，立居真。阳气运行到三爻，三阳开泰，生机无限。以丈夫比喻强大的阳刚之气，随从阳刚方正的丈夫行事，则必然失去年轻小子。追随丈夫，就是追随当下的利益目标，认可当前的发展形势，拒绝外来的诱惑。系丈夫，就是卦辞中立真之意。有几日没见了，先生您好，是有几日没见了，见到您，我很高兴。哦，这位老哥时常为我家送柴，没想到在这里也看见了，更没想到老哥之前也来过，真是巧啊！还真是巧啊！好，我们继续。刚才说到九四爻辞，虽有祸真凶，有福在道，以明何咎。追随他人并获得财物，这样做有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追随获得的财物不合乎正道。只要心存诚信，不违正道，分辨追随是否符合道义，那样就不会犯错，遇到凶险。都不和我们蛮好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嘿，佳佳，你瞧啊，樵夫和我们打招呼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们继续讲九五爻。九五，福于家，吉。把诚信的美名给予诚实善良之人，这样的做法可以成为追随的楷模，有利于弘扬品德，实施教化。君主应从善如流，赏罚分明，自然可以深入民心，传播教化，上下追随，国泰民安。上六，居系之，乃从为之。王用亨于西山，将人拘禁起来，以强迫的手段命令其追随，这样做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为了维护国家的法治秩序，只有先强制追随，然后再以诚信将其感化。
君王在西山设祭，让百姓一起随从，向苍天明示自己的心志，让百姓认可自己的行为。以上我们随卦就讲完了，谁能给随卦做个总结吗？先生，就由学生我来说吧。先生，我试着来讲讲，如有偏颇，还望先生多多指正。随卦预示人道应顺应追随正道，与道偕行。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所追随对象的正确性，可能会带来灾祸。在追随中，不要急于追求当下的利益，要放眼未来。跟随正道，也许当下有损失，但将来会收获丰厚。只追随眼前的利益，也许会给将来引出诸多的麻烦。坚守正道才是最重要的。甚是甚是。看来你为官一定深有感悟啊。哎，惭愧惭愧。好，我看大家对随卦都有所领悟，很好啊，你们先思考一下。继续往下讲。随卦之后即是无妄，上卦为乾，下卦为震。下卦震虽然是一阳复始，可上卦乾预示天道到达极点，时至中午节至夏至的时候，阳气将要退却。虽占地利而天时将过，时运将止，此时再不可贪功冒进，故曰无妄。无妄即是不要有非分之想，杜绝隐患。时机将失，若坚持行动，则必有无妄之灾。天时已过，当退避坚守，等待时机，当退则退，远离灾祸。无妄，元亨利贞，其匪正，有省，不利有攸往。杜绝非分行为，亨通顺利，利于坚守正道。等待时机，就是等待新的开始，所以同样具有元亨利贞。如果不懂进退之机，远离正道，就会引来祸端，不利于持续发展。下卦震为初春阳气上升之时，上卦乾为天道阳气旺盛的状态。
下为少阳，上为老阳，阳气太盛表示天时将过，时空不能寂寂，违反正常的天道规律，不利于万物生育，会发生灾害。接下来是爻辞，首先初九无妄往吉，能知进退，行止有度，杜绝非分之想，有利于继续发展。圣贤能称之为圣贤，就是能知进退，控制欲望得失，做到吉祥永康。六二，不耕获，不滋奢，则利有攸往。不要在耕作时就期望获得丰收，不要把刚刚开垦出来的荒地就期望它立即变成良田，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做法，才有利于向前发展。因为阳气出生之时利于准备，而不是急于收获，还没有付出就不要期望收获，这就是无妄之象。三，无妄之灾。或系之牛，一人之灾，没有贪婪，却无缘无故遭遇灾祸。好比有人把一头牛拴在村边道路旁，路过的人顺手把牛牵走，同村的人却被怀疑为偷牛的人，而蒙受不白之冤。地道阳气转旺，阴气则退，故为牛失。小猴子，别捣蛋了，要乖。我们继续，牛者坤也，坤者阴也。为什么三爻是无妄之灾呢？上卦天时已过，当阳气运行到三爻时，地利的条件也基本失去，天时地利尽失，物极必反。娘娘，你快看，时空的差异性则引来无妄之灾，这就是时空对人的影响。六三讲完，下卦也就讲完了，接着我们开始讲上卦。首先是九四爻，九四可真无咎，能杜绝非分的欲望，超然于得失，坚守住无妄之道，自然是灾祸全消。内卦地道阳气已满，外卦天时已过，只有坚守正道，不去被诱惑，等待时机，就回避了无妄之灾。但是往往很多的人是禁不住诱惑，不能认识大道真相。九五，无妄之吉，勿要有喜。不知什么原因却身染疾病，这种疾病不要忙于用药医治，要等待搞清病因，自然可以药到病除。很多时候看到别人行动，不搞清原因就去做，反而出现问题。解决问题就像是治病。
搞清病因，对症下药，切忌盲目从事。上九，无妄，行有省，无忧虑。不可妄动妄求之时，反而贸然行动，必然遭受祸殃，得不到任何好处。此时物极必变，天时地利将过，动必有祸矣。今天的第二个卦无妄卦也已经讲完了，不知各位可有什么疑问呢？先生，省与灾有何不同？无妄之疾何以能无药而愈呢？省与灾虽然同义，但其根源不同。省是指有原因造成的祸端，灾是指没有原因造成的祸端。无妄之疾是指此疾病没有找到病因，不可盲目用药，主要是指没有因非分的欲望而动心，故完全可以自我调养，无药而愈。谢先生，学生懂了。娇娇，这次你来吧。好嘞。一切事物必须遵循大道的法则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无妄意味着尊重规律，因时因地，当行则行，不行即是妄，当止则止，不止则是妄。卦中的六个爻都是无妄，但吉凶结果不同，表明时空条件对事物的影响，事物的吉凶得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着，若不能察时得体，与道结行，必有无妄之灾。娇娇，行啊你！我的袋子！我这一会儿还要去打柴呢，快还给我！该死的猴子！快还给我！快还给我！哎呀，你这该死的家伙！哎呦，忘打柴了！哎，老哥，今天没打，那就明天再打吧，一样的。那可不行，你不知道。老哥，我要是没打柴呀，晚上回去我老婆她呀非收拾我不行。老哥，依我看这没什么，您家那位难道比这头狮子还可怕吗？对，让你说中了，不怕大家笑话，我是真怕他呀。天色已晚，这深山老林中再去打柴很危险。要不这样吧，老哥，你跟我回家，拿些东西回去向老婆交差，就说今天打的柴全被我包了，明天你再多打些柴送到我家，你看如何呀？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那我就在这里先谢谢您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谢先生。